哎，大哥，不是大哥，谢谢你，大哥，大哥我来了，大哥。我就感觉燕子一说，好像是你要来了，大哥。哎，你看你们俩，我上次大哥上我那吃烤冷面去了，我一眼就认出大哥来了。啊，我握着大哥的手，我就不撒开了。我说大哥，我可看着你了，我看着你就像看着我对象一样。这回我的对象可有着落了，我走后门来的。我承认啊。你看还告诉阿姨们呢，还告诉观众，我走后门来的。全职人恋从开始录制到现在，其实走后门找我们的人特别多。说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啊，往前窜一窜呢、啊、都报两年名三年名了，这个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进来的。老王，走你后门吧。我一定跟大家解释的清清楚楚啊。对，话说有一天老王独自一人乔装过后，潜入了临河街与北海路交汇处临咱们轻轨的站点旁。对，正好看那有个烤冷面。之前我们导演经常说烤冷面非常好吃，什么是烤冷面，我也寻思尝尝吧。刷这一下子就被无助的同志给认出来了。大哥，大哥对象，大哥对象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就感觉这小伙特别的乐观，边吃我就边跟他聊，我发现他身上特别多这样的乐子事儿。他不但自己乐，他把他身边所有的人全都带乐了。小大哥知道今天到这儿来干啥来了？我来相亲来了。哎呀，我顺便也给你们大家做碗烤冷面一会儿。哎呀，对，我这。烤冷面不着急，我们不像老王这样的吃完烤冷面不给人介绍对象，咱现在得把对象找着，我们吃多少碗都得烤，行不？行啊。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，对谁感觉最好？场上16个姑娘对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考虑一下。小才哥啊，请选择。来，小才哥，接下来你的任务了。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灭一盏灯。好吧。好。我觉得我们确实不合适啊。不行，来吧小才哥，给个理由吧。你比我高那么多，我跟你我这不穿高跟鞋呢吗？一会儿我光脚下，我给你比一下子。我逛街别人会把我当你弟弟的。我个儿没有你高嘛，就这意思。那高就是弟弟了。高不是弟弟，弟是弟弟，高是姐姐。那还是。不是兄弟啊，大哥都替你折不过去，你们家那块用高矮论姐弟呀、啊？是啊。不是，我感觉你像姐姐。你太高了，小才哥罩不住你。这我这一姐 对不？对，我就这意思。你这样吧，大哥做主，立波20000烤冷面。下来我给你做20000烤冷面不行吗？谢谢老弟，没事。谢谢。一切江湖恩怨都可以由烤冷面来解决。你别听你大哥的，一会儿功夫都得卖出100多碗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来看一下小才哥第一个短片，一起来看。缓解请走啊！哎呀，你好，来什么？我们来个烤冷面。哎，20000好了，没问题。给我来烤冷面。好了，20000好了。老板，我要加长加蛋的烤冷面。好了，20000。好嘞，我叫刘怀志，今年30了，我家住在桃南市东城乡，我在这里做手抓饼烤冷面。高子也是闲吗？我的眼睛一点都不闲，一点都不耽误我干活。我现在虽然干了不到半个月，但是我干得特别有劲儿。我一边烤冷面，一边给大家放着音乐，你听多好听。烤冷面嘞！傻，但我个人我不是那么认为，因为我会唱歌，我能让大家能得了快乐，我很满足，我也很快乐。平时可爱帮助别人了，因为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，
但是有的时候帮多了，别人说我有病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二人转，二爷里摊门啊，龙啊抬头啊，我在饭店门前把他等候啊，大病没有到啊。咋样，小才哥？看自己的短片咋样？自己感觉是确实好像确实有点傻的。为啥那个过度的帮助别人？就是有一次那个上火车站的时候，有个要饭的，就是那个乞讨的，完了就管我要钱，我就给他两块。完别人就说那个钱你不能给他，那他有那个劳动能力。我当时我就那么寻思的，人家搁那跪一天了也挺不容易的，是吧？我就给人两块，看着没有？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小伙子。还有一次那个别人的车误在那个路上了，然后我主动跑了两趟街，给人借了一把铁锹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人家车出来了，完了旁边我这眼睛不是有点斜视吗？完了旁边人说这小子真傻。我觉得我自个儿，我觉得我不傻呀，我帮助别人，我却快乐了自己，你说我傻吗？不傻，不傻。